因为干掉我的应该就是那个老的，希望那个老的脾气好一点，脾气好一点，脾气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我要回家了。回去，你好，回去，你回去。你好，文师姐。你好，你好，奶哥，你怎么？奶哥，我先跪下。你先跟我讲清楚。刚刚你看到我说你要回家，因为啊，怎么样？因为奶哥啊，奶哥出外勤，好好讲哦。奶哥，你就在棚里头吃你的花生跟喝茶掉，你出外勤跟叫郭台铭来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很讶异，然后呢，其实我也蛮高兴的，因为心里很活泼、很外向，他是一个反应很快，然后很灵活的人。